2012年，在十七大党代表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、荣中村党委书记李振声的带领下，荣中村扶贫志愿者团队赴甘肃开展跨省帮扶工作，深深体会到扶贫必先扶志的重要性。抓住致富带头人这个关键，荣中村创造性地提出了1+11精准扶贫培训模式。2014年10月，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，荣中村成立了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。1+11培育模式包括1个月的基地集中培训和11个月的回村创业跟踪帮扶。开班第一课，李振声书记亲自给学员上党课，成立临时党支部，鼓励非党员写入党申请书，将党建融入培训班全过程，增强学员的政治思想意识。在1个月的集中培训阶段里，荣中培训基地通过励志教育、全国扶贫形势解读，激发学员的创业动力，让学员与专家、企业家零距离接触，熟悉体验创业的全过程，为学员匹配导师，签订帮扶协议书，组织学员撰写创业计划书，帮扶学员确定目标，增强信心。在接下来的11个月中，荣中培训基地会对参训学员提供返村创业继续指导、帮扶和跟踪服务。这其中既有当地政府选聘的扶贫创业导师就近指导，又有荣中培训基地创业导师每季度跟踪帮扶，还有社会合力建立贫困村扶贫产品销售通路，用一套组合拳为参训学员的创业护航。开办至今5年来，荣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指导中心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，已培训54期，成功培训导师、学员4300多名，受训学员覆盖甘肃、宁夏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等10个省、自治区的60多个地区，2万多人实现脱贫，培育了一大批本土创业致富带头人，涌现了许多成功案例。2014年，荣中村与下党向下党村结对共建，针对下党村实际情况，培训基地对下党村进行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，大胆创新，策划实施了中国第一个扶贫定制茶园项目。项目仅开展2年，下党村的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增长了6500元，茶叶已经成为下党村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。荣中培训基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，践行人本理念，努力钻研符合新时代农村基层脱贫事业需要的新方法、新模式，帮助更多的新农村、新农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，持续助力实现乡村振兴。